你这糊弄是怎么？你咋知道不？你怎么弄的那混混在这喝酒？哎，我替这个妹又不闹要喝，你得劝劝你自己。我慢慢再说。哎，好。管花，给你来提妹的，领着这房子都算下了。谢谢啊！你好，大爷。大爷。大爷好，大爷好。大爷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。我给你发一批喜糖，来大爷，大爷来。大爷吃喜糖，吃喜糖啊！是吧？过年了是吧？红红火火，送了我的喜糖就喝我的喜酒哈。行，没事。你花花是吧？我给你喜糖吃花花。花花个子高的，大爷。结果你长得不孬。我看了说的，大眼睛双眼皮，一看就是苗条人。要不坐下拉会儿啊？坐下呗。老婆家，我跟你侄女贴了个妹子，没样样孩儿，你看有个当有个当，有人才有人才，好着呢。行，你放心，大爷。我身体健康，吃嘛嘛香，我一顿都吃七八个馍馍。哎呦，我都喝两三碗汤。可健康了。我今天清晨起来，吃了三个馍馍，光那鱼头糊头都连了三碗。哎呦，能吃有劲，说的。哎，越是。做什么买卖？做大买卖，大爷。哎呦，挣大钱，大爷。好。啊，那个，这你侄女花花，我看她长得不孬。越是，你长得也行。我长得。我长得一般，可以。那个年轻的时候有可能还没你长得好的，是吧？你看到我怎么样？你相中我了呗，大爷？相中了，很好。很好，是吧？那个你多大了，妹妹？阿尚，你多大了？我28，比你大6岁。哦，大6岁。啊。你多高？我反正的不到2米，一是吧？那个1.78米。1.78米。你多高？我净身高1.7米。我看到你这条短腿啊，你抻抻长长，我看看。你看我腿比你的长呀，怎么？哎呦，你看我也穿着靴子，咱这是情侣款呗，这，是吧？你是做什么的？是舞蹈老师。舞蹈老师啊？嗯。我不太相信啊，大爷，他是会跳舞蹈吧？会，会是吧？舞蹈可好了，俺见过。你见过是吧？那，俺没见过哟。你真会假会？你吹牛呗你？真会，你跳跳行吧？你要不你劈个叉，你会吧？我不会。你不会劈叉？不会劈叉，我柔韧性不好。舞蹈老师不会劈叉？比较普通的舞蹈老师。哦，我看完了，你会吹牛。我会。人家男的都吹牛，那女的也吹牛啊。会舞蹈的。哦。跳得好的。你这谈过几个对象？没谈过。你22没谈过？对，没谈过。哦，相过几次亲？相过一次。我是第二回呗，是吧？嗯。哦，你感觉我怎么样？看你不怎么样。感觉我不怎么样，就是我的形象不如你的发言呗，是吧？你谈过几次？我就谈过2次。哦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咱这3回就是过来人了，是吧？你这都快过年了，是吧？你也别再挑了。大爷能把我领来，熟识的也不错，我听着，是吧？俺这个没恁大爷说的，跟恁大爷还是好伙计的。俺是伙计。是吧？他俩没恁大爷来之前说了，跟恁大爷是老人。我去。对，小时候在一块喝过酒，然后撂过个子，点过没解多说的。啊，是不大爷？是，他点过酒，给他泡米。哦，孩子说呀。大爷的，业务有点忙，有人来找你说媒的呗，是吧？说着俩了是吧？你感觉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刚才还想不着我的还。大爷都说了哟。大爷又来要过了。我叫说媒的哟。又说媒的，你跟我说别光说呀。你得一会儿啊。对，得一会儿啊。叫啥？
哦，我吧，我姓崔，叫健健，他们都说我长得黑，喊我小黑健。这名字起的怪好的。我他们都是这样喊的我，嗯。你做什么的？我当大老板，挣大钱呢。一个月挣多少？一个月怎么的也得挣个三万五万的吧。三万五万的。啊。你买房了吗？俺家没买房的，我俺家马上就拆迁了，拆了迁以后。咱想买多大的房子就买多大的房子了，这是画大饼了。没有，咱俩要是相中我了吧，这个还离过春节还有十来天，我直接把你领到俺家里去，然后是吧？咱先要好孩子，咱得不要孩子啊？不要孩子？不要孩子？嗯。怎么不要孩子？谈恋爱结婚不得生孩子？我还腿疼了。生孩子腿疼了。咱谈恋爱行，但是俺不想结太早的婚，俺也不想要孩子。哦，不要孩子？嗯。咱俩要结了婚，那生孩子行吗？不行。怎么回事？丁克。哦，自己个过。对，自己个过。那得传宗接代呀，是吧，大爷？是是。啊，你要跟了我，你就都得上俺家里去，得生个小孩，得姓崔，是吧？得延续俺家老祖宗的血脉呀，这。咱俩别打。咱俩被打，嗯，反正那大爷他不愿意我怎么着，你得慢慢的，以后你再来，以后再来，那要不加个微信吗？咱俩行嘞，拿你手机吧，好，我扫你，你得给那子女做做工作，那以后好，咱得慢慢的说呀，好，加上了，对，你得大爷，你得就跟那伙计说好，跟伙计说好了，嗯。你怎么弄的那会儿在这喝酒？哎，我提了个妹又不闹要喝，你得劝劝你自己。我慢慢再说。哎，好。大爷，拜拜。拜拜。行行，大爷，要不咱就先走吧。咱先过去吧。走了，咱爷俩，你放心，你没给我说成，我也得请你喝酒。好。下回你就好好的给我指指点。行行，别再送了，啊。